随住 U Hub 即将开价，我而家就要介绍 Grand Yoho 一个三房嘅单位，实用面积592尺，就等我而家带大家睇下啦。一入门口右手边系储物房，可以做一间睡房，有窗有冷气，饭厅、客厅做咗啲吊柜、客厕有窗。浴缸嚟嘅，厨房有窗，十分企理。走廊行入去客房，做咗个两层嘅床，和小朋友用嘅。主人房都做咗个地台床同埋个衣柜，十分阔落。露台行出去，内园景。